杯咖啡平常不打折，但碰上真心抗议，老板祭出诚抗限定价，原本60块的美式咖啡变成35，拿铁75，降价只要50。反正大家已经是每天都是邻居了，这里就像露营区一样哈。然后我们可以大家喝个咖啡，休息一下，起码有一件因为抗议的事情可以让人家开心。大批警力轮流驻守，国会周边店家饱受围城之苦。立法院内果汁店也推人民保姆优惠价，抗议期间远景买果汁便宜5块。体恤他们的辛苦，对他们也都是在最前锋补充体力，对对对，给他们足够的水分跟体力。造势汽笛声音大，上街行动少不了他，诚抗热卖品名列前三。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啦，所以变成说，你说抗议选举的时候，这种东西卖的是最好的。民众企图推翻巨马，不能没有这双麻布手套。战备包给息还很多，长期抗战需要折叠椅、行动电源、夏天喷防蚊液、过夜药、手电筒。荧光棒有时候抗议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，那变成说主题性，如果有些人他们主题是以红色为主的话，他们会选择用红色的荧光棒。因诚抗热销的不止民众自备品，警方设管制区架巨马，也需利用大量钢索缠绕，最后加上锁陀紧锁，只是巨马锁一把钥匙能解开，民众心里的锁谁来打开？记者黄明君、黄家伟、邵玉敏台北报道。